你这边被叮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我知道，我真的是被叮，没错，对，我现在这边很痒。蚊子董西，他饿了，想喝奶。啊！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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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退。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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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退。对对对对对！哇，你撞到警车了！哇，你撞到警车了！啊啊！怎么办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，你撞死路人了！哇，你这个……哇，你高级罪犯！喂，电玩少女，干嘛？我就知道你今天约我出来又不怀好意了。今天这个没有不怀好意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观众敲完已久的系列。自从我们上次拍完那一集之后，有很多观众直接在留言，然后呢，我就挑了一间看起来好像真的还不错的，今天就带你来这边体验你的人生第二次网咖住宿开箱。网咖住宿开箱，所以我今天又要一个人睡在这里了吗？没错，我就说不怀好意啊。你还说你没有不怀好意，你看就是化作善幻，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嘛。哎，你这边被叮哦。哎，真的啊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我知道，我真的是被叮，没错，对，我现在这边很痒。蚊子董西，他饿了，想喝奶。我跟你讲，这间呢，跟我们上次住的，我们上次好像也没有住了，跟我们上次去的那间网咖不太一样。你不会又叫我睡那个榻榻米，我真的睡不着，而且隔壁这样冰冰棒棒，嘻嘻哈哈，我真的是。没办法，跟你讲，不会。今天这间呢，我那时候查的话，它基本上是以住宿为主，然后呢，房间里面内附两台电脑，两台电脑，我一个人打两台，干嘛四手连弹，然后脚要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废话不要这么多，等一下上去看你就知道了。你现在嫌我废话多了。而且呢，我今天也一样会准备几款游戏让你来玩一下。几款游戏？几款不是几款。哦，我现在只想吃，好饿哦。好，我们准备先开餐 ，OK？ OK， 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雨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桃园中坜，我们今天又来我们的电竞住宿吗？电竞旅馆的开箱。我们今天来到了 iHotel， 听说之前好像蛮多人来这边开箱的，但是。我这个小菜鸡第一次来，据说这一次这个跟上次不太一样，上次那个有点像榻榻米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主打它就是住宿。对，跟你讲，这次隔音保证赞，一定睡得着吗？你一定睡得着，绝对不会听到你在坏坏的声音，啊，不是别人在坏坏的声音，我在坏坏，四手连弹。为什么我一个人要用到两台电脑？啊，基本上就是标配两台在房间里面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五楼上去看看吧。Let's go！ 哎，这里很屌哎，全部都是它的广告哎，看，整个电梯都它包下来了，它五楼、六楼全部都是他们的。五楼的话是他们的拉比，我们直接去里面看看好了。好，哇哦！哇，太帅了吧！我如果没有认错的话，这个眼睛，华硕的主机。对啊，这个眼睛，我应该没有认错吧？那你是知道什么是华硕？华硕这么大的品牌，我看起来像智障不认得吗？我以为这个主机的东西你都不会太懂啊。看得懂啊，而且这边感觉很适合办那种比赛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很像那个人家在两边坐一排。哎，你坐一下，他的键盘好，好像很厉害耶。我想做谁？真的？还不错。哎呦，你现在还懂回馈管了？哇，进步了哎。真的啊，回馈管蛮不错的，你按按看。哦，这个叫轻轴。哦。很爽，它这声音好疗愈哦。这应该是因为就是平常就是在打电竞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情绪很激昂的时候，然后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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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那个强枕就是在那咚咚咚，超痛。好，我们去后面看它有一个那个饮料吧，明天吃早餐的地方吗？好像是吧。看这边装饰很豪华哎，好像还蛮不错的。上面杂志怎么没有我？啊，三十没有了。然后这边就24小时的吧，还有饼干呢，饮料水果供应到9点，然后这边是饮料跟饼干无限供应，好像可以先来一杯哦。好啊，牛奶，我去酒吧只喝牛奶。
最后就可以睡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开箱你们的房间。Go go。对对对 ，Go go。好了，因为他还在喝哈，我们的房间现在在六楼。你在拍了？哦对。哎，他这个有点像密室逃脱哎，觉得蛮酷的。噔噔噔噔噔。我看有什么未来感哎，看好帅哦，我觉得超帅的，这边还可以去洗衣服哎，对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聚滚同时洗衣机，对啊，然后有烘吗？真的洗脱烘，而且我觉得这边比较方便的是因为它的生活机能吧。哦，对，这边旁边还有搜狗，然后你逛一逛，你打累了，你可以去旁边看电影，威尼斯影城在旁边，对，还蛮酷的。这边虽然我没有来过，但是我刚刚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意外的，因为这边整个你要吃东西啊，干嘛，其实都挺方便的。然后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，就是你入住后开始计时，对，几小时我也忘记了，我们好像是买十几小时吧，十几小时入住之后才开始计算哦。我觉得这一点蛮棒，因为通常就是比如说什么，不管你几点入住，它就是11点左右要退房。对，它是弹性的。不难哦。OK， 一进来，左边厕所加浴室，右边就琉璃台。我觉得它这边还有一个蛮不错的东西。对啊。它其实是可以隔开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哈，这样两个人住，如果是朋友，那这样子不会不太方便吗？哦，如果比如说两个男生兄弟想要一起来打电动，然后洗澡不会不方便吗？不会啊，就偷着鸟鸟出来而已啊。男生都会这样互看了？差不多啊，因为当兵都这样子啦。拖着鸟鸟什么意思？所以你会这样子互拖，这样互拖。哎，走喽！那你们女生呢？你们女生也是就这样子？不一样，我女生是拎着奶头走喽。靠呀！那这答案你有比较喜欢吗？好像也不错啦。房间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哎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有电脑桌的一个房间而已。可是这样子要差很多啦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就可以睡啦，比起上次去那一个。那我先睡了，你说我可以睡了，先睡了，晚安。没有，我现在要先办正事啊，大家还是想看你玩游戏。办正事，你想跟我干嘛？我忍你很久了。跟你讲，观众上一部就在下面留言，要想看你玩游戏，玩什么游戏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又准备了几款保证好玩的游戏给你玩，怎么样？一定是好玩的。不错，我找的都是口碑的，就跟我一样。哪方面？不好说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先来点餐。我都没有啊，他是没什么吃的啊。好像是哎。心痛，瓶装水是什么？多心痛。所以这边没得点哦。那你，他没有给你吃的，怎么办？我等一下再去买泡面。好，也好像也可以了，反正我们附近好像蛮多吃的。好啦，你等一下再去吃宵夜好了。好，你今天玩什么？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来玩个游戏。来一个。没有，你刚说玩一个游戏，我们玩个两三个啦，看你的慧根。我跟你讲，外面在叫的懒懒很大根，不是叫假的哎，很大根哦，这么大哦。好的，来了，各位。Baby Dick， 对，不要再 Dick 了，各位观众，第一款游戏好不好？以前活于一时的 GTA 5，好不好？让这个完全没玩过的家伙来玩看看。你有听过这个游戏吗？有啊。哎，你有听过？有啊。OK， 好，你现在可以先出去。怎么跑啊 ？WASD。啊，怎么跑？跑吗？按住 Shift， 你可以先开车。开车的话靠近，然后按 F。好凶，今晚一个人吗？要不要？好。是这种开车吗？对。Like that？ 怎么开车啊？一样 WASD。又来了。你要跟前面，你要超人啊！怎么？对，滑鼠是你的视角。WASD 有点晕啊。你要 W， 对，滑鼠是你的视角，这跟跑跑卡丁车不一样哦。滑鼠是你的视角。啊，有点晕哦。干嘛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帮他把灵敏度调低一点，等一下。好，那你要先骑欧多拜了吗？
这台很快哦，你要小心哦。不行就 S， 不行就 S， 不行就 S， 哎，就蛮想，蛮想，你这又傻小了。你要不要先不要开车，你先尝试着熟悉怎么操作好了。你先走出去，你先走出去，可以去打路人，你知道吗？打路人干嘛？我病哦。还是你去抢一台车？抢一台车，车怎么抢？前面那台，这台。我不喜欢这台啊。哦，那你要不要去找一台比较帅的？啊，这个路人你看他不爽都可以打。吧，你不能在太多地方打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被报警，然后警察会来抓你。我身上也有枪啦。对，掏出来。不是，我说角色。啊啊，完了，警察要来抓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人。赶快开台车跑，赶快开台车跑，随便开台，靠近他们，按 F， 乖，快开走，快开走，警察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警察在哪？你怎么看的？啊！要看小地图。怎么办？我爸怎么开这么慢？拉苦。好，走。有没有听到警声了？没有。你这边一直侧撞人家。怎么办？啊！怎么办呢？拉苦。怎么办？啊！拉苦。然后往左边开走，往左边，对，警车在后面哦。哪里啊？怎么办？怎么下车？F 下车，警察在后面，快跑！跑去哪了？哦，快跑！怎么办？后退！后退！对，哇！你撞到警车了！啊！怎么办？快跑！哇！你撞死路人了！哇！你这个……哇！你高级罪犯！怎么办？我正走出去！有撞到人了！怎么办？我不会开车啊！这是什么游戏啊？我真的一直转圈圈，你在干嘛？现在你有拿一把枪了，然后你可以按住右键，对，它可以瞄准，然后你就可以射那个路人。哦，有用那个慧根哦。啊，蓝很大根。哎，警察又要抓你了。啊，好病哦！啊，我整天都要抓我啦。因为你刚刚乱射路人。不是你叫我射的吗？前面那个没啊，这个屁股大妈，进去躲进去，我们躲进去，躲进去超商。好，在这边跟警察打起来。起来！没错，你要把枪拿出来！来了，警察来了！哦！我射到那个警察的鸡鸡耶！靠！我被射死了！我靠！不好意思，射人家鸡鸡呢！哎呀，把我射死了！我们玩点别的啦，我好晕哦！好，我们玩下一个游戏。好的，我们即将迎接来我们的第二款游戏 ，CS。你要去前面，我跟你讲，先去前面。他那个歹徒装炸弹，对，在 B 里面，歹徒会拿刀砍你哦。啊！哦，射死了。还有一个，在。谁在哪？在哪？太晕了吧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我拿刀？因为你被砍死了。现在这个是你的队友。散弹枪是什么？机关枪跟散弹枪在哪里？机关枪是叭叭，散弹枪是嘣，然后很多颗子弹这样子，嘣，很多子弹，对，是啊，嘣，哒，哎，跑进来了，还有一个白色的人，妈妈，哎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子弹啊？因为会射完呢、没有跟我讲会射完呢、当然会射完。不是就是一个游戏吗？
下一场我教你，好不好 ？OK。哎，你队友被射死了，队友被射死了，在外面对，射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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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了，六六六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在那边等就好，因为他地板掉了一个炸弹包，刚刚那个你杀死的那个敌人那边，你在等是不是？你不叫我等吗？那你为什么这样看？偷偷摸摸的。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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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赢了！对，他们在里面，他们在里面，准备要射了，准备要射了，准备要射了，赶去赶去！啊，别了，别了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！在哪？在哪？哪哪哪哪哪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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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，找一下。好，拆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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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住，按住，靠近他，按一，英文键一，按一，按住，按住，对对对对，哦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啊，你被砍，你被砍，你被砍了，他也被炸死了，可是你被他砍死了，我感受到你有点生气哦。什么叫有一点？我马上可以射了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刚刚就他，就他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赢了！哇！哎呦，第三款是你自己指名的，那个是台湾做的一个恐怖游戏，叫《还愿》。这个是恐怖游戏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是什么？你很怕是不是？还有东西来冲出来，什么？哇！什么东西啊？很多玩实况组的都会被弹幕吓到，恭喜你加入他们的行列。请问你还要继续玩吗？我觉得你被吓得很大力，还好吗？你自己说要玩还愿的啊，你有后悔吗？我想尿尿。你先去尿，你平复一下你的心情。很大力耶，吓得很大力耶，你刚没有被吓到啊？我看过，所以我知道。可是我第一次看，我也被吓到。然后我刚刚呢，没有被那个吓到，我是被你吓到。不是啊，你还想玩哦？你刚刚被吓成那样，你还想玩？我现在挑那个，你看，这是就是曾经有一些其他实况组在玩的惊吓的样子，然后大家都会被吓到。你看，你还敢玩吗？他会一直充斥着这种东西哦。你要去，你要去。我可以再挑战一点点。你可以再挑战一点点哦。可是我不确定他下一趴什么时候会很吓人哦。因为其实我也不太敢看这个东西。你看，你没有玩，你都吓到了。关灯了，好，又要再一趴，是不是？嗯。看各位观众，这家伙胆真的很大，他妈真的很大根。胆大。就这里啊。哦。你怎么好像害怕了一下？你怎么样回头？要回头啊！他在后面了，他在后面。哎，你要看啊！不要看，在哪里了？没有没有，你要盯着他，不然他不会那个。不用啊。他不会触发。真的？对。那。还是被吓到。好。
他在变那个哎，他住病床哦，他生病了。我身上有插东西啊。OK， 哦，欸，你玩了很久哎，你玩了至少一个小时哎，好累哦，很厉害哎，你好累哦。就我没想到，原来你的 type 是属于玩恐怖游戏型的。但我觉得很可怕，其实我觉得超可怕的。好了，反正我是觉得你还可以再，还想下一件。我觉得这次你玩得很厉害啦，变很强哎。可是那什么 CS 什么 GTA， 我真的不行哎。哦 ，GTA。对啊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是那个车。哇，我这旁边这声音有点恶心。我差不多要睡觉了哎。哦，那等等，起来，我差不多了，我真的要休息了。这样。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。差不多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今天就自己处理了啊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我明天见哦。Day two。好了，刚才叫这个睡懒猪起床了。哎，灯开的。喂，喂，起床工作了。喂，我靠，他小，冷速拖弹速是不是？请问，你躲在这边干嘛 ？Yes, my pressure。怎么样？昨天这样住一晚，蛮棒的。其实这边其实挺舒服的，整体而言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好了，我是觉得我还可以再睡一下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